我对发球机都是不屑一顾的，认为冰冷的机器是无法代替人工的。事实上，虽然发球机不能代替教练员的某些工作，但是对于熟练掌握动作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它的作用不亚于一名陪练员。这几年来，为了让发球机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至于成为废铜烂铁，我们开发了100多个系统训练计划，让您的正手、反手、搓拉、接发球等环节更好的系统学习，让老黄带你走进发球机的训练课堂吧。第五个训练计划就专门练顶胯，就是近台拉球顶胯，中远台转腰，所以说的话这个意识要强。很多人顶胯的话，他这里啊力量踩不实，往上去踩，或者说是没有顶出去，这个关节往前平移它就是顶，往上它就是抬，所以说的话特别要注意这一个关节。看到球的话，这个胯顶上去，手上不要发力，可以专项练的时候可以把手握在这里，手不走，靠胯顶出去。来，我们叫教练员示范一下。来，你这个手不要动，就靠胯部把球顶出去，我看你会不会。对对对，手不要动，对，平移平移，对，很轻松的，没有那么紧的。注意这个弧线，往左一点就有弧线了。对了，这个很好啊，你看又下网了，为什么下网？把身体带一带，顶一顶胯，很好啊，可以，手上可以忽略，就加上胯部，主要把意识放在胯这里，胯带，漂亮，把所有的想法都在胯这个位置，不要去顾及的球打不打得到，或者手上的动作怎么样，把胯部带好起来就可以。大家球迷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胯，要学会带球出去，把球带出去，这种感觉手一定不能乱发力。你看，胯带胯，带胯，手不要抬，这节就练我们近台拉球的能力。第六个训练计划是专项的手腕手指训练，我们可以先从这个样子去，如果你不会这样子去握拍，这样子去走的话，你自己去练一下这个。手腕手指在拉球的时候，徒手的先做，先把徒手的先做。那我们可以是上身不要动，我们就靠手腕手指把球打过去。手腕手指把球带过去。如果不熟悉的话，我们可以去什么？我们可以去练徒手啊。关于徒手的课程，手腕手指徒手过程，有我们的云视频系统里面都有讲到的，怎么去练动作的。身体不要动，就靠手腕手指把球拉过去，很轻松的这种感觉。球到哪里，我们的手腕手指一带，一抓紧它就出去了。这个训练的话要注意这一下，拉拍之前手撇开一点，抓上去，这样子的感觉出去。那我们抓一下，这样子的话你拉球的弧线会很好。那业余球迷在这一块的练习要多一点，这种训练可以经常练。第七个训练，拉球的训练就讲我们手腕手指，再加上我们的前臂手腕手指的带动。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我站在这个位置，手腕手指抓的时候夹前臂，往前收抓住，前臂一收
一烧，哎，烧钱币的时候再抓手腕手指，一烧，一烧就抓上去了，拉的球的弧线会非常好，哎，大家看一下，往左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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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钱币带动，啊，钱币带动，收一定要收的稍微快一点，如果我们这个钱币都是匀速去拉球的话，容易吃旋转，这种球非常容易下网，啊，这钱币加快一抓紧，手腕手指，它的整个弧线就会出来了。第八个就是我们的正手的一体化训练，要求我们的小碎步，啊，我们的小碎步，我们的胯，我们的重心，我们的第一反应，手腕手指前臂，所有的动作都要连在一起。在练这个项目的时候，可以把动作打开一点点，就稍微打开一点，每一板找到发力的感觉，还原的感觉，这就对了。来，我们叫运动员演示一下，注意每一个，刚才老师说的每一个动作，是有些球的弧线不好，弧线不好你就想的重心不好，弧线就不好，很好，现在还感觉还不错，现在差点手腕手指吃球，对，身体别上的那么快，好，一板一板来走啊，可以。业余球迷在练这个的时候啊，手腕手指重心，再加上我们的脚底，小碎步，再加上胯部，再加上我们的身体第一反应，练习的时候啊，不要太快啊，发球的速度不要快，一板一板来，等球还原了再练，很好。他这种感觉是非常好，每一板出去还原找位，还原找位，把身体的各个关节参与的部位都用进来了。那么这种训练计划的它的练习是建立在前面七个训练计划到了后面才进行的，你但凡有一个小训练计划没做好，你就练一体化训练，这样子的话我们去打的球啊就非常多失误，找不出感觉的。